他报告，所以他就是会开在分享。啊，no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不是，哎呦，可是。类似这个，哦、是这个吗？这个短枝嘛，短枝啊，买这个，这个短枝嘛，这个短枝嘛，哦，我是这个，哦，这个绝对不会开花，这个我们继续讲，对对，这个长枝，短枝才会开花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很多，你看这短枝，哦，这个短枝。就到前面去看那个，对，就短枝嘛，这个位置对，可以自己找。哦，就短枝嘛，嗯。可是老师，像这个不也是可以算短枝吗？这个，对，像这个长，这个可以啊。但是你要看说这个花苞够不够饱满了，这如果不够饱满就没有花啊。所以说这有相对的啦，就是说就好像说我们这个灯短兰这个，这个骨瘦如柴，有些就短枯不压内嘛，哎，像这个没有花苞嘛。嗯，没有花苞嘛，哦，有花苞的话，它就比较圆，比较胖，哎，这休眠芽了，嗯，嗯，而且我发现它有花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这只算长枝还是短枝？这短枝，这是短枝，对，这个这种就长枝嘛，你看它这个节一出来嘛，那它这个算是几公分？不一定，没有限定的，就是看它这样出来，它。你是看它的花嘛，它就不可以有花嘛，它有的话就只有这个会有花了。那如果是有这种短枝的，你看这个枝条一出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短枝嘛，就要六个短枝了。对，三年的青春，嗯，那开花就可能是有花。